在这世间，最难掌控的就是人心和感情。一个男人若是变了心，就算你有了孩子，他还是会离开。 而一个女人不懂得珍惜自己，别人又怎能珍惜你？所以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你如果真的这么恨我，就要过得比我好，这才是对我最大的报复。